同学梦到手上长了一个豆芽般的，就是豆芽般的两个牙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豆芽般的两个牙不好啊，阴气啊，身上肯定有灵性啊。啊，不好的，这肯定不好的。那不应该长，不应该长这种东西的地方长出来这个东西，那就是你的，用医学上来讲，你的血液已经产生问题了呀。它血液在帮助你整个身体啊细胞循环的时候非常正常的，只有当你这块地方细胞不好，细胞源已经破坏掉的时候，它的血液在这里才会产生一种负能量。它不会帮助你，它会慢慢的长出来，因为你这块地方已经不正常了，所以才长出来东西的呀。所以你看长肿瘤啊，长什么东西，就是血液还是这么循环的在走。但是你因为这个地方就是免疫力降低，而且你这个地方你经常的去伤害它，走到这个地方它就会长出东西出来了。血还是原来的流，但是流到这里你这个东西特别松，你听得懂吗？所以它就拱出来了，就把你拱出来了。嗯。嗯，然后大概要念多少小房子这样子？平时当中要一直念，一直念。已经长了很大了，必须动手术拿掉。如果不是很大的话，那就没关系，那就好好念，可以应该可以念掉的。过去有人念得掉的，嗯。哦，好的，好的。